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。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办了29年仁安基金会，为了我们的4万个过年回不了家的、不能团聚的，有一些是老人，有一些是失忆的人，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办回礼，只是给他们过一个其实是没有团圆的团圆饭，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年轻人在奉献他们的心力，长期的在做这些关怀的事情。元月27号，就会有4万个在一起吃饭，然后他们很贴心，给每一个人一个红包500块，让他们过年可以买东西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。Thank you.